年度七大亮点提案，跨县市停车位即时通，路边停车缴费整合平台，不管身在何处，一手掌握停车空位，不再为找寻车位烦恼。未来在北台八县市将与民间停车场业者合作借接使用，整合剩余车位查询系统，预计113年陆续上路，实践城市高效率运输。跨县市路边停车缴费平台也提供多种付费管道，更智慧、更多元的支付方式，缴费轻松又方便。特色产业联合战队，汇集县市特色产业，强化国际招商竞争力，扩展国际能见度。透过跨县市团体战，提高行销战斗力，创造最大的产业价值。旅客伴手礼配送服务，结合店家、旅宿业者、物流业者，提供贴心的伴手礼寄送整合服务，减轻国外旅客携带物品的负担。开心旅游，快乐购物，轻松登机。跨县市幸福保卫战，帮助孩子更健康安全的成长，一起让学童远离饥饿，启动北台八县市超商幸福保卫战，共同协助支援需求，建构更安全的预防服务支援体系。跨区通报支援，守护你我，即刻救援。面对灾害齐心协力，即刻处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八县市跨区通报支援，掌握119指挥中心通报管道顺畅，强化跨区救灾、救护、转报，守护你我，即刻救援。跨流域污染治理，合作查缉非法，永续自然环境，携手合作治理跨县市流域污染，建立全水域完整监测系统，保护及修复水域生态环境，珍惜永续的自然环境，重现青山绿水的清水家园。携手新时代，创造更便利、更安全、更干净、更繁荣的北台。北台20，开创新未来，展望下一个20年。